レック晚安、素媛晚安。啊，我也想你们，等一下哦。九蛋晚安，青云晚安，关羽晚安。嗯，就不太 OK。志豪晚安。所以我等一下觉得，感觉不太 OK， 真的不行，我就直接关播。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衰。卡丘晚安，谢谢 Stephen 的会员票。志宏晚安，志宏晚安，谢谢大家的魔法棒，谢谢 Rock 的闪光星星。晚安晚安，今天是不是只有我开播？陆克晚安，身体重要。Sega 晚安，就是有一堆，等等跟你们说，碰脚压肚子的关系没有，不是。飞翔晚安，辛苦啦，保重，谢谢陆克，谢谢冠宇的真情告白，不太 OK， 那今天就得省电模式。今天玩开了很久，什么卡住了吗？嗯，什么意思？不舒服就直接关掉就好，好。如果不行就关，好的。你等等早点休息吧。会的，今天一定会早点休息。谢谢翔宇。最近忽冷忽热的，身体容易出状况，真的，真的，嗯。妮妮取消圣尼格，对啊，所以我想说今天不能取消，而且我上礼拜就取消一次，不能再取消。谢谢小玉的星辰，对，只有卢卡晚安，晚安，陈纳森晚安，谢谢 Steven 浪漫玫瑰，幻想太胖压坏肚子，不是啦，不是，他平常也这样 ，Cody 晚安，哎，不会勉强的，都是幻想的锅，开累就直接睡觉没有问题，好的，取消也没关系，不行，今天不能取消。睡波不行啦，今天会都开了，应该会满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吧。打工找如何？还没找到。但是就算找到了，应该不会跟你们说，除非是真的是找那种家庭打工岗，那得给家庭代工。然后很想晚安 ，Chris 晚安。累了就直接睡觉，没问题，没问题的。谢谢陆克的专业直播间，谢谢。没有找这么快，对呀、啊，不可能这么快就。身体怎么了？哦，等等跟你们说，慢慢来就不，不用特地讲。你神秘的找到就好。我准备报光田老师的课。你还要上吗？你不是会日文吗？坤坤晚安，不大不大晚安。找到底是你私人的事情，也不用说。对，对，就是看找到什么工作。若卢卡适合工，若有卢卡适合的工作，要怎么跟卢卡讲呢？可以用小盒子啊。我会看，但我不会，我没办法回你。安晚安，安晚安，晚安。今日の配信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来てくれて，谢谢外遇的枫叶。还是要去生乳卷机器里面当工读生。CJ 晚安 ，KSK 晚安，阿北晚安。我需要报名，最近要报日检了，加油。阿君晚安，雅尼克蛋糕机卖蛋糕。谢谢陆克的行李箱。当日文老师想当啊，谢谢送我偶像天团，阿豆晚安，莫达晚安，谢谢陆克的行李箱 ，Echo 晚安，想你我也是，偶尔重弹基础也很重要，对呀、啊，就是也可以就是单纯聊天，对，但还是不行、啊，对。完全不会日文的，其实完全不会日文的教日文比较简单。老师什么时候开课呢？嗯，谢谢大家的会员票。
这两天忙到快要爆炸。哎呀，网页版看不到吗？哎，是哦。我有点无法想象猫来到吃青蛙的样子。吃青蛙？猫会吃青蛙哦，好可怕哦。凤姐应该不会吃。我现在单纯用日文聊天，辛苦了。什么都不会最好教，对呀。这妈妈有没有好好休息呀？昨天没有，今天啊，等等跟你们说，今天培训原本是九点，可是我早上因为肠胃不舒服，就是出了意外，所以就跟老师说我今天可能会迟到啊，我今天会迟到，或是如果我肠胃还是一样这样的话，可能会休息。对，但我还是最后还是有去培训。对，然后今天的培训比较辛苦，原本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对，可是我迟到了一个小时，但这样还是有四个小时，对，简直身体不舒服的状态，一直跳一直跳，辛苦了。话说我和张慧两天都填，希望抽得到，应该可以啦。对，200真的蛮多的。我上次我记得 special gift 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人卖200以上。没有被其他人污染过的学生，很多外出的工作嘛，不是培训。玉泽晚安，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原本以为给人吃的，虽然我是人，但我也不会吃青蛙。Plus 晚安，感冒有好一点吗？流鼻涕、流鼻水好了，现在还是会咳嗽，然后咳到会流血的那种。不是真的流血，就是。有闻到，有感觉到那个血的味道，所以可能就是出了一点点血。我不知道是吃坏肚子，还是精神上的问题，还是荷尔蒙的问题。对，反正就是这几天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但是肠胃今天肠胃就出了意外。对啊，就是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头痛了，对。可是头痛的话，感觉就是因为肩膀很酸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要太勉强哦，会的。我相信今天早点休息，明天应该会好了一点点。对，物语晚安，无奈谢谢无奈。陆克抽完就没了，他有买那么多吗？你觉得可以抽到吗？应该可以，但上次才120左右。然后正式生也不是一开始不是只有卖100吗？第一次抽只有100，就是对。可是这次有200哎，一定 OK 的啦。一步120上线。ルカちゃんの誕生日の月だから加入ありがとう太郎さん。あれかな？会あの買いあれかな？粉丝团かな？Hello， 晚安。我也两部都填一张，请您的选手下留情，应该可以的。发炎很严重，我不知道是压力太大，咳到有斜视，那蛮严重的，有看医生吗？没有。你的气色真的不太好，对呀、啊，看得出来吗？但这个烂的画质哦，脸看起来比较白哈。之前有在跟你说 FB 推荐给我，你今天刚好又看到，他们是不是当我是猫狗？对，而且你也没有养宠物，对不对 ？FB 推荐这个其实蛮好笑的，小心吃喝。对，天气冷又不舒服，会很难受，尽量少吃刺激性的口味跟肉。好，不会熬夜的。虽然昨天睡得有点晚，对，我昨天好像两点多才睡觉，看得好舍不得。没事啦，我会加油的。你不要一好就又熬夜勉强自己，多睡觉可能就好了。对，休息，现在我需要休息的时间。
因为最近真的都是早起。对，这几天真的一直都早起。这四天高人气成员都很好抽吧？我也这么觉得、欸。虽然上次合照会是一年前的事情，一年前跟现在的状况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因为价钱的关系嘛，我相信这次大家也不会买超多，还有很多甜甜圈还没买吧？是吗？现在才卖掉2000多张而已，我还没去填，我还在想要买几张，我也希望可以抽到。没有卖完会有现场，上次有，哎，上次嘛，有点忘记了，这次不一定会有，我也不知道。啊，可是上次是合照卷里面附宫田流佳，就是哎，讲错了，上次是 special gift 里面直接送宫田流佳的合照卷。但是这次的话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这次的话好像是线上填问卷才可以，就是指定你要跟谁合照的样子。关于填完应该就差不多卖完了，成员出手后中奖率会下降。但我相信他这次应该不会拍那么多，对。填了15再慢慢抽，连续已经填完了，2点多算早的。哦，也对了，比我平常。那个平常3-4点睡的那个，比起来，合照会会穿赵和的服装哦，合照会的衣服我还没想。等等，下播好好休息。那个啦啦队的节目，因为那是导演嘛，就是帮我们拍的那个人已经说邀请我们，所以。好像在 FB、Instagram 讲吼，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不能说，里面的节目的内容，对，内容不能讲，内容的话可能要等一下影片出来后再讨论吧。不好意思，按到了，现在应该没有卡哦。Sorry， 可以吗？我好，不好意思，我重新讲。好，破甲一直压你肚子这么睡，没有，我原本想说哦，晚点，因为我今天下午早上有培训嘛，然后晚上也有事情。就是要去外面要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因为碰巧他睡在我的肚子上，我也碰巧这样我就没办法动。虽然那边还是会抱啊，这个的话有可能睡觉的时候把碰巧赶出去才不会被压，可以现场买来玩游戏。哦，对。因为特别版没卖过。所以现场还有卖，这次就不知道了。上次也有抽。第一次也是登记抽签。哦，是，可是我记得第一次还有那个名字的卡，宫田流佳。你相信他吗？我相信啊，因为我这次跟大家说不用买那么多。我相信他会听我话。不好意思，但上次也是现场发，还是手写的，所以没关系。希望，我的应该没问题了。对，我还在检查荷包状况。你是不是小看他？
手机来签到一下。导演，对不起，导演。导演 IG 公开被爆雷，那是电视才会播的节目，网络看不到。欸，听说是网络节目，对，应该不是电视的。内容我不会讲，难怪你那天那么早要去报道。对啊，超早的。虽然他们说他们的集合时间是六点，但我们集合时间是五点五十分。影片在电视上，网络上，对，网络上。只要心动太累，其实还好。我们一开始其实以为是比较，那种，对不起，就是什么用提示能啊什么的，但是综艺感比较重。对，运动的话没那么累。我发现对面啦啦队其中一个成员是我朋友，欸，他们超可爱的，而且好像他们都有那个健身，所以有肌肉，蛮羡慕他们的身材，难怪陆克有追踪。元哥哥晚安。对，今天只有我一个。这次七百五，如果有游戏就应该没有。这么乖，听你的话嘛。希望听卢卡咳嗽的声音，感觉卢卡要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真的吗？因为最近还在，还是因为我最近都在省钱，所以昨天跟今天我没有吃感冒药。要么花7508一日清库存。明天妈妈要不要去看医生？明天我有事情，早上没事。可是我觉得早上我在睡觉。明天有医生能看吗？我不知道哎。可是之前填握手券，你要他不需要填那么多，他还是。哎，我清个鼻涕吼。嘿嘿，我已经不会关静音，像之前哥哥，对，应该是那样。要做提示的感觉好累，没有好对游戏节游戏的游戏不是节目里面我们做的东西，我还不能讲，对，看了就知道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可爱，谢谢。有多可爱，我去放大看看。戴坤安，小鸡很有趣。小鸡很可爱，另外一个那个圈圈也很可爱。我想晚安，没有卢卡可爱，但是还是拉卡可爱。等一下，怎么可以打错字？鼻音有点重吼。而且梦想家队的啦啦队服装很就性感，他们是 Formosa sexy， 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招牌动作。就是我们是大家好，我们是 AK48 Team TV TV 这样对不对？他们是大家好，我们是 Formosa Sexy， 然后屁股要翘，好可爱。不要省看医生的钱。拉卡是你朋友吗？我不知道是谁。还有不是打利卡。现在要好好提醒你喝水，对，我喝水。省钱感冒不吃，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吃。三天前有吃，两天前也有吃，对，昨天不是前天跟昨天没吃，神秘数字给我一下，对，还要休息，连假可能不方便看诊所，急诊应该不用去看急诊，目前啦，对，今天状态比上次好多。鼻子真的有好，虽然刚刚还流鼻水。有气球就知道偏综艺，对。那可是我们那时候拿到的脚本跟
当天做的游戏完全不一样，就还可以 sexy 耶！大家好，我们是 AKB Team TP TP， 穿那么烂，对啊，超烂的，哇，太 sexy。T T P sexy 哦，对，大家好，我们是 T T P sexy。前段时间写什么？十月草，郑源晚安，打错字。你会不会那天肉嘟嘟才感冒的？没有，才没有呢。有健保，对，最近变新的。有空就多睡，没问题。谢谢郑源的枫叶，还是很可爱。加班跟现在不同比较有惊喜是没错。要改成这样吗？今天封面图有了，这要剪精华了吗？拜托，我今天穿成这样运动服一点都不性感。卢卡看到他们说 sexy， 有把衣服卷高一点吗？没有，他们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屁股翘。因为他们有专门的，他们有自己的制服，袜子啊、鞋子也都是制服，他们自己带来的。如果衣服卷的比佐佐还要高，随便穿都很 sexy。你可以现在去换一套，不要，这是居家旅游风不是吗？最性感就是那种才有。想象空间，我今天真的全部都是包好的，完全没有，从脖子以下完全没有肉，啊，脚踝有肉一点点，对，都没有肤色。哎呀，另类 sexy，TP 只有 T 恤，对啊，我也没跳过什么 confession 啊，什么 sexy 的歌都没有。也都随便穿都很 sexy 耶、yeah ！我们的制服包很，包得很，好像冬天打篮球的穿搭，跟祖祖搭很特别的组合。对，也有可能就是祖祖可能是因为他也是参加啦啦队嘛，所以就是很适合参加这个节目。这短裤太上脸了吧，对吧？这是我国中的时候的运动裤，对，体育，我们日侨学校体育服的裤子是自己买的，所以我就买这种。哎，都比上次卡妹肉的多吗？衣服上的3是今天的神秘数字，三好。对呀、啊，肉脚踝也可以很 sexy。鲸鱼先生，我心里喜欢。可是你们只看到脚踝会兴奋吗？哦，看到刘家的脚踝了，呼，应该不会这样吧？马金哥晚安。有没有比较性感？不知道，至少觉得比图高。不是，因为我板太低，它会一直漏，就是越来越往下。卢卡喝水，明天再冷一天，周日应该会回温一点。国中的竟然还穿得下，而且超！来给你们看哈，我今天可以，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对，我应该可以。对，因为里面是这种的，这种裤子那应该可以。你看，因为我以前比较胖嘛，所以晒得超级不合，哈，就是减肥成功。所以我现在一直都是这样，胆超级。我妈那时候好像帮我买 M 号的裤子。咦，对呀、啊，这样太奇怪了，看了我就会，哎呦。如果穿短裤也会当裤袜，因为今天比较没有，昨天超级冷，冷到快要受不了的那种，所以我以为今天很冷，对，所以我今天就穿
比较多一点。今天那只蜂蜜小酱啊，蜜蜂想看吗？可以用一下。敲敲敲，好大件！你以前压我也感觉很没有，那时候也蛮酸的，只是没有比现在那么夸张。刚刚那样很性感，平常不会兴奋，卢卡的讲话就有点兴奋，感觉很舒服。你们差这么多，对呀、啊。穿的裤子，然后就这样比起来，减肥成功了。这是哭家的裤子吧？哭家穿得下吗？不是，昨天真的冷，之前是瘦了一个卢卡的体重，让他们出来摸一下你的头。换蜜蜂才有鼻子看，这是粉丝的套路。卢卡穿这件裤子，感觉要去打篮球。没礼貌，这么小件我穿得下吗？怎么了？刚刚有点卡哦。隔江窗会变成内裤吧？对，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说不定这个裤子是酷江的内裤的 size。帝王 size。隔江窗会变成紧身裤。啊，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我没有看过他裤子的 size， 不能这样讲，那有点胆怯，嘿嘿嘿。嗯，碰见在睡觉，你们要看可爱的碰见吗？那个青蛙的他竟然有卖鸵鸟肉。还有什么鹿肉给猫狗吃？啊，碰见一定不爱吃的。碰见会挑食，他好像没那么喜欢吃牛肉的样子。他最爱鸡肉。只要我内裤的 size 不就被公开？如果可能可以在隔江裤子一只裤管里。不要，我不想看。不用看没关系，看可爱的你就够了，对吧？你之前有牛肉罐头，对，可加原味裤。哎呀，你们自己穿了，你们穿了，可能就是大丈夫不一定是那的呢，大丈夫，下次穿不行。虽然上次有人穿很像，有人感觉就是只穿，虽然上次有人穿的裤子很像内裤，对。之前有看过手作猫食谱，哦，手作猫食谱。碰见目前只有吃过外面卖的东西，我没有手作过。如果之后可以。鹿猫拿大打呼吗？不讲会打呼。嗯，对，可能要靠近。我不知道我手机能不能录它的打呼声，小心要十一点。可以这样打呼的顾问可以给鹿卡当胆群。有人在凑哦。对，就是那个泰拳裤啊。就是那件泰拳裤被大家说那件很像内裤，裤架可以穿两件内裤，外面就像短裤。对呀、啊，泰拳裤，猫应该会有呼噜声。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碰见说的是对的，也蛮像的，確かに。啊，やばい、お腹痛くなってきた。啊，ちょっと待って。痛い痛い
待哟，肚子突然开始变痛了。我换完确实觉得非常冷，这次五月的希望不会冷。那时候看到乔安生，还以为他穿内裤就去合照。对啊，听说他家人也跟他说：“你为什么穿内裤出门？”合照不是六月哦，对，合照是六月。生まれるやつこれ。没事没事，先忍耐。就是有那个难米，突然好痛，但是过了几分钟就会好了一点。这样，你这样呼吸，感觉准备要生小孩。对啊，刚刚是就是生小孩的时候的呼吸法，叫做拉玛兹拉玛兹吸法。对，拉玛不是拉玛兹呼吸法。比川泰拳馆还冷的是。是卢卡看到我穿的颜色，但那时候我的表情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嘻嘻兔，嘻嘻兔，真的不要勉强。要玩什么的？ちょっとよかった。有好一点，有好一点，对。谁的孩子呢？可能是碰奖的。拉美这是什么？拉美斯吗？呼吸法，原来中文也有。噔噔噔，等一下哦。OK， 没问题。我的电脑又宕机了。拉马兹港。对，穿泰拳裤合照会得到卢卡的那个眼神，对。然后我先讲一下，我这次合照绝对不会穿泰拳裤哦，绝对不会。会生出人面狮身像，大医院检查一下，没关系，我自己会知。哎呦。我自己会好好照顾我的身体。怎么又宕机？猫娘跟猫娘どっちでしょうね？绝对不可能的啦！对，怎么了？想看水手服吗？没事。现在碰见是卢卡森的，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少拍一点好了。怎么了？像，我也想看水手服，真的哦。我还在想，卢卡喝水，好，那喝一下。一小，有跟你拍到就好。我想看昭和偶像，结果卢卡穿海军水手的军装，也有可能穿裤子哦。那时候卡尔不知道出了，哎呀，对，我原本说生日前会拍哈，糟糕了，这礼拜有点忙哦，就是要记一堆新的歌，对，不是新的歌，不是新的歌，就是以前。没跳过，我没跳过的歌，可能之前 TP 有表演过，但我不知道。昭和水手服，这个可能就没有哦。合照这样不有想到要什么主题吗？还没，有想法，但是不一定会穿那个。但如果真的想不到，就穿水手服。不要逼卢卡好吗？生日前能出来吗？希望可以。海贼王的海军衣服变成卢夫。伊正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忙。对，应该过得好吧？对，
希望他过得好。我没有逼，我又不是。卢卡的争议，那你不要想着卢卡。什么新的歌？没有，我没跳过的歌，就是思雅毕业公演的时候，不是公演，毕业演唱会的时候跳的，就是我会跳我没有学过的歌，对，而且不是一两首，对。你穿水手服，我们也好打扮。无胆的卢夫，没有研究生，正式生也忙。无胆很难 cos， 原来是演唱会的，对啊，不然呢？毕竟是演唱会等级，应该会有很多惊喜歌曲，就是可能。最近都没有表演过的，或是也有可能有思雅他本人想跳的歌什么的，对。好，歌曲名单我不能讲，你们可以想一下，想想看，甜甜圈、海贼王，不然不好说。我听不懂耶，怎么？对，我想问你们。搞不好卢卡跳新型病毒，有可能哦。搞不好的，绝对不可能的啦。卢型病毒，不要隐藏。啊，对，我不知道，可是我这次生日题。我可以问大家生日T买几件吗？是不是？愉快晚安。你现在可以先练习一下的。大眼星星病毒的你，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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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买一件 S size 是吗？三件，但我真觉得中文的口味比日文猛。我也觉得中文就感觉说明了，没有，讲错，没有，可能是啊、哦，中文的口味哦，可能是因为你们的母语，所以才会这样觉得。秘密，你怕签不完吗？就是呢，我拿到的明信片，比我想象中少，对，但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全部的，对，所以想问一下，对，期待拿到哪一张，其他签名看不到，啊，等把肚子真的有点痛，有发现衣服。我的衣服，你看，碰奖原本在柜子里面进去的时候，他一直挖我的衣服。是真的，我目前拿到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对，就是没有很，真的没有很多，对。应该不太可能比去年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想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目前姐姐没有给我全部的明信片，还是可能就是真的只有这样，我也不知道，而且要新的甜甜圈，对，可是就是真的是，比上次少应该不是全部。是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想说是不是真的只有这次，真的只有我的粉丝，应该说只有看我的直播的粉丝才帮我买这样，怕一次全给你，怕你吓到，我不知道啊，所以怕你一次签不完，对，就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觉得
数一下，真的真的只有这样吗？这样就是让我难过一天。对，可是我想说，我心里还是有一种那种希望，就是是不是这不是全部？对，但是如果这是全部的话，我就只能面对现实。对，如果真的只有这样的话，我签名，这次的签名一定会好好的签给大家，可能全部都是涂满的那种。可能是愚人节吧，没有啊，已经过了。还是上次其实剩很多签好的，不是，姐姐赶快把百位数拿出来。可是我看其他粉丝也说过这次设计很好看，但是可是我在想，我因为我也不确定，所以还不会讲，是比上次少，不会超过上次的一半以上，对。有问，可是可能是因为连假的关系，姐姐没有回我，对。不可能把雷军推广给女粉，关他买的应该不少，应该再多买几件 S。 没有，不用大家，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都不可能比去年少，因为所以我就不知道啊。姐姐可能先给你买 S 号，所以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全部的还是姐姐还没检查全部的明信片，因为他们也会分 A 品跟 B 品，就是哦这个有刮痕那就不行这样。不到一半，对，那不可能的检定比上次多是吗？对，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也对，也有可能就是真的只有这样，而且签的量通常不会超过卖的量嘛，对，一定比那个少，所以可能就真的可能真的只有想说真的只有神推单推我的粉丝才要帮我买，对。明信片搞不好还在印，我觉得今年量不太可能会输给上次。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啦，对，但是就是拿到看到这个明信片的量就觉得，就是有一种不太敢相信的。这样等你看到新的一点，你就不会觉得很累，反而开心。对，我可能会开心的哭，原来还有一点。对，但是我不知道，可能可能这就是现实。我也觉得不到去年一半太不可能，你这样想那我就不会买了，但我还是买一件支持一下，不能这样说，今年我也有买。真的吗？直接再重新开放一下预购。我们也不敢相信，对，所以我不知道，还不知道，但也有可能，真的也有可能，我还没有拿到的，对，可能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姐姐有分一半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去拿的时候姐姐不在，然后桌子上有明信片，然后旁边有布丁的，然后有我的。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没办法问姐，就是因为姐姐不在，所以我也没有问。然后我昨天就问我大概卖了多少呢？这样，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连假的关系，姐姐比较忙吧，对，她可能三天后才会回我的，所以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就是好好签拿到的那个明信片，对，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全部，但是先签一下，对，如果真的没有后续的就这样好好面对现实，然后好好感谢帮我买生日 T 的每一位粉丝，对，感谢谢你们。不会边哭边对，感谢。这差也应该跟去年差不多数量，对，我一开始也这样想的，这个是，
没写，对，没写数量，不是单推神推的，有很多关注你的也有买，所以我就不知道。你的比布丁的话，没有没有，它的厚度就很感觉很正常，对，它，对啊，当然它的比较厚啊，对，所以我就不知道我的是这是全部的还是，哎，是不是还没还有拿还要还没拿到的，对，如果只有单推神推的，那应该会更少，那先不要想太多，对啊，如果真的。这不是全部的话，我到时候给你们看。啊，我今天这么多，一个礼拜后，对，反正我们应该，对，赶快要签完，对。那我都还没全部从仓库搬出来，卢卡怎么就拿走了？对对，也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对，还不确定。其实姐姐不想让旁边的人看起来跟你差那么多，先给你十分之一，真是贴心。所以我不知道，也有可能姐姐还没 check 完。对，如果只有她那跟神推的粉丝，那数量可能对。然后如果一人买一两件的话，真的有可能。对，所以想说，感觉也不是，感觉也不是，不可能的。对，啊对，但是只有个位数，不要说，不要说，神推就有了，对。桌上那些都是残次品，你签的只有一少的部分。帕帕路克是说这次数量。他在50%吗？单推的不会只买一两件，神推又不好说。还有，反正就是，就是说，可能这次真的只有，就是没有超过这上次的一半以上，有可能。但是还是很感谢，就是帮我推广的粉丝，然后帮我买我的生日 T 的。每一位粉丝，对，就可能这次只有这样，但是，对呀、啊，那你如果真的只有这样，我就会好好，那你感谢现在关注我的每一位粉丝，そう、もう本当に大事にし、買ってくれたファンの人は本当に大事にしよう、しよう、大事にしようって思った。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不到上次的一半，对呀、啊，所以，我也相信，我也不太相信，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就是现实。呢，早知如此，何必雷军？这次赛季真的很好看，谢谢。明年要多加一个零，没有，还不知道，对，但反正。生日会前一定知道，但大概一定生日会前一定全部都会签完嘛。对，生日会前一天我应该会开播，反正那时候就知道。真的这样，可能明年要爆仓。很萌新的问题，为什么是11点见？因为我之前走心的时候，我有就是。我曾经走心的时候啊，就是我平常就是差不多10点半前就会关播，可是我就偷偷加开，11点偷偷加开直播，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心情有点不太开心，不知道什么，我很怕。卢卡的时间只有一张明信片，我要洗衣去骂人。没有，应该是一件一件一张，对，对，有几次11点突然开播，算然再加一个零，是打算圣诞 T 可以穿半年吗？有紫色勾勾，居然还不知道，紫色勾勾，哎，对，有紫色勾勾，哎，没有，可是它只有。
只有开24场，所以可能那时候我没有开过。对，之前开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最近太少走心了，对，没有最近就算走心了，我也不会开，而且我最近一直就是加班，开到11点多。如果有点事先挂听，好，没问题。有看，但还是不太确定，不是12点之类的，一切都会转好。原来是2次，我也都没跟到11点，什么时候还有？我原本都有勾勾哦，是哦，我以为没有，只跟到过一次而已。很久的话也都粉丝开，只跟24场没遇到走心加开，不知道很正常。上个月才有吧，那墨学院的，没有，那不是走心，那个是哦，我今天忘记领那个礼物，谢谢入客的戳戳你。最近都直接在直播走心，最近一次是送礼物，是不是我上次开播是，我现在好像缺粉丝团的礼物，真情告白可以送我吗？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开，最近走心都直接走了？对呀，你最近还有走心吗？我最近就算有走心，直接时间内直接讲。感冒好的不错，没有，那个生日的事情哈，就是没有，我绝对不会在这边说，很难过，因为我相信现在看我的直播的人都要买我的 T 恤，对，可能这几张就是你们买的，你们帮我买的，卢卡算很常开。我应该是 TTP 里面开的最久的 这2年 TTP 里面开最多的，对。我今天是360次看卢卡，卡丘不愧是甜甜圈，对呀、啊。现在不就有点走心？没有，但不是对你们了，对，就是，如果真的这是事实的话，我要。好好，真的，该怎么讲呢？这个也不能，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事情啊。对，我只能，我应该要好好感谢帮我买生日 T 的每一位粉丝才对，不是走心，才能可以看到直播超幸福。明明可能跟你有的拼，是吗？可是他不是开3小时就好吗？可能那碟都是社员的姐姐帮你分开放 没有，我知道他买多少啊。搞不好有这个月才看你的人还没买。我为什么才100多场？是不是断供了？你一个礼拜3次真的很多。对呀、啊，我也觉得。我才跟1年就快300场，卡丘都赢我了，不愧是大前辈 卡丘是不是最多的？我看一下，360。Mina 也很近，已经破400次。可是他是三年，他有3年多的时间，我是2年多哎。哦，我只有2年多，我比他们晚开。Mina 你足足都才能开到3次哦，了解。没有，我说时速啦，时速加那个开的时间。热爱加班的，一周都快7小时哦，7小时好厉害！他是老甜甜圈。对，如果阿丽没有超过我的话，那我应该是最多。对，因为阿丽跟我的时速跟时就是规定的时速是最多的，还有嗡嗡，可是嗡嗡中间有休息啊，所以对，所以想说这2年的话，应该是我或阿丽。但是我刚刚听面面都开成这样，我就没有自信了 我中间换了账号看，
我看一下我多少，对，你的是小钻，所以卡丘甜甜圈都炸热透。CS 的话，01最久开过8.5小时。等一下，我有一次开过很久，就是，可是有点忘记什么时候。如果有空的话，多开播跟粉丝聊天也不错。对，可是我太晚开了，所以不能一直加开，这样会影响到你们的睡眠时间。你的时数限制真的很多，对，二期生比一期生还要多。我嗡嗡阿力是4.5小时，其他人好像比这个少了一点。小慧祖祖好像是4小时，嗯。然后高中生的话可能就比较少。我刚刚看了，好像在47层，就是彩虹沟沟。我如果没有换回本站，大概也360。你最久大概4小时，应该是有点忘记。我们的作息跟你差不多，不行，不能学我。为了路卡睡觉什么的都不重要。没关系，我们的睡眠时间是拿来利用。我会再加油，我在93层就采购。你的本站呢？开最久好像就是哭的那天，什么时候？我生日那天吗？有点忘记，2点快3小时。对，我好像很少会超过3小时。你不是10点才开播的那种，对。不过单机时数的话，今天 Luka 是第325次直播。谢谢小 A 的会员票。对，学生会低一点，阿力都不固定哦。了解，Luka 至少重开35次，对，就是偷开呀、啊，11点偷开，或是 就是可能直播卡卡的，然后重开，累积到35次。要饭谁偶像？我都跟 Luka 一样熬夜，不行，不能选我，我也不能选你们。本站351场，我萌新358而已。哎、欸，你也很多哎、欸，九蛋超多。刚刚哭哭连那一次，要看到卢卡玩安线都才睡，不行不行，不能这样。那如果我一整天没发，你就不能睡觉了。你如果像杰西一样的话，那大概狗狗已经700次。傻哭脸那次真的笑死，偷开也有算哦。为什么偷开？就是你们有勾勾，可是卡丘也不一定每一场偷开呀、啊、什么的都算在里面。对，所以实际上可能再多了一点点。那我就不睡觉。他们前天开到凌晨快2点，啊、哦，2点太夸张了，不行！我这里杰西哥哥真的快400，就可能晚安线都是天亮发的，才不是，才不会这样。明月晚安，我大多早睡，我断过70的，对，我一真的我好像也是80场就断了，我以前真的都是整场都可以跟，现在就没办法了。太忙吗？雷军都好早睡哦。嗯，雷军真的很早睡。哎 其实这样不错啊，早睡，但早睡当然是最好的，早起早睡最好的。我们熬夜的不能 不能这么傲娇，就是早点睡才是好事。今天新加网络太差，后来断更。哦，原来是网络的关系。祥玉老表示我也变老了，强哥才早吧，年纪大了不能熬夜，打工的是，原来是人刚刚偷偷抽那个，瑞卡多学学我好吗？无意，下下下比较老，
上次立刻五点半看你有跟到吗？有啊，你没有看到我吗？我那时候真的跟立刻一起开到，就是一起看直播看到最后，能早睡的好厉害，晚上精神状况更好。我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对，我们家都是这样，卡妹也是，只有卡妈不是，卡爸、刘家、卡妹。我们三个都是比较喜欢晚上。雷军这个年纪，早睡早起算正常。五点要去公园打太极，不能太晚睡。等到跟雷军一样年纪就可以不敢熬夜了。希望是被发现陆凯太厉害。早睡早起，早上六点，早上八点。五点半但是应该是没睡。对啊，哎、欸，没有没有，有啦，我记得我有睡。你觉得这里有谁会说雷军好吗？大家都呛雷军。我看到早睡就先脱墙，那是。对，那天一大早就讲公口，对呀、啊，对呀、啊，想到了吼，想到了吼。耶耶，对对对对。卡妹比你还晚吗？卡妹最近跟她的网友一直聊天，然后凌晨两三点一直听到她的笑声，真的很可怕。那种症状大概搬去美国就会作息正常。我也喜欢晚上，感觉就是自己的。对，真的，没有人会说，没有人就是。对，就是我的自由时间。对对对，没什么，对对对，讲错，没有人干扰我，干扰我。那天三点睡，对，好像是三点睡。现在有时间，我就会乖乖来看，等你。晚上才是做事情最佳时候，对呀、啊。所以我之前签名啊，然后生日会的周边，或是年历的那个贴纸什么的，我都是晚上。熬夜做的，昨天晚安，网友网不是男友，网友，这看来一定是有男朋友，网友对他的游戏，感觉在聊那个 group chat， 不是一个人，我们在 DC 也在嗨，对对对，一样的概念，对，卡妹怎么笑的？你学一下，这样，就是我要睡觉的时候从。隔壁房间听到呵呵呵的声音，真的很讨厌。对，晚上听到这种笑声不 OK。女性玩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什么性别我就不知道。没有人感染你，干扰，只有男朋友能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到凌晨。我觉得卡妹应该没办法。我工作也都放到晚上，会不会他对着荧幕傻笑？现在想成这样，女生要有兴趣的才会跟他聊这么久。卢卡晚安，拜拜拜拜。你也时常对我笑，互笑。有说什么播出吗？嗯，卡妹在讲中文啊、哦，他在讲日文，所以应该是日文的游戏。那边蛮恐怖的，对啊，半夜听到嘿嘿嘿的声音，然后有时候笑得很开心。卡妹玩什么游戏，我也去玩，不告诉你们。谢谢强大神的说说你，感觉就是可以交流的那种游戏，嗯，就是 3D 那种。卢卡的笑声，你们那么常听我笑声，还问我？我觉得不是男朋友，因为他跟很多人，感觉真的是跟很多人聊天。他跟宝可梦在聊天也太可怕。跟他的男朋友们，哦，这个有可能，男朋友一、男朋友二、男朋友三。我跟虽然每天聊到凌晨，真假的？你们什么时候感情那么好？不过有听过女生开LINE聊天可以超过5小时以上，我是没办法的，
我的极限是两小时，但也我的人生中目前没有超过两，好像只有不到，对，好像没有超过五个手指，没有超过五次以上超过两小时的那个聊天。日文游戏那算了。小时候有交过网友吗？嗯，有聊过，可是可能不算网友吧。就是国小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有流行的，可是也不算是交友软体，就是匿名系的，匿名性的 chat， 嗯，就是可以聊天，对，可以跟。可以跟就是不认识的国中生、国小生聊天，搞不好卡妹在开直播。我怎么感觉卡妹的笑声感觉很邪？对呀、啊，还好不是二 D 的男友，对，不是跟二次元的男朋友，不是，一定是三次元。谢谢陈大生带我去流浪，从上次一起住饭店。露卡笑，哈哈哈哈。对，谢谢陈大生戳戳你。可是那小时也是，就是很久没有见到的那种回日本的朋友啊，才会聊这么多，不然真的没什么话题。塞卡跟庆生热恋期，过一阵子就不会聊那么晚。卡妹到底有几个男友？我猜现在只现在没有。谢谢陈大生送告白气球。握手会不可以超过两小时的去。跟朋友出去玩不就会超过两小时？哦，对啦，对，可是又不是单独出去，通常都是三四个人。玩路居酒屋，以前流行聊天室的时候，交网友很常见，对，从高中开始就不会这样。谢谢 Cody， 谢谢强大社的戳戳你，就在续办账号，是只赖那种通话或电话聊天。有的聊一聊还会睡着，不是你这样的人，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大人，还有握手只有80分钟。有看过以前日本那种完全不认识的人匿名配对的，啊，也不算是配对。哪里能跟？啊，你跟哪？斉藤さんかな？对。chat 的话，匿名的 chat 的话，就是跟很多人可以一起。一次跟很多人聊天，谢谢盛元的偷偷喜欢你，谢谢小盛元的行李箱。是我跟卡妹聊天，露卡相信我，不相信，不相信呢、啊？明明是你跟我，露卡不跟朋友单独出去吗？现在很少了，以前会。谢谢雷克的告白气球。对呀、啊。单独聊天比较，真的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嗯，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少，少越来越变少这样的机会。谢谢强大生的镁光灯。最近 IG 看到很多樱花照。去不了。你是不是有跟医生出去玩吗？就是培训结束的时候会一起去吃东西，但是出去玩的话真的很少。谢谢雷根的耳麦，一群人我很难聊下去，通常都嗯嗯嗯听别人。对，我也是。对，三四个可以，然后一对一也可以，五六个人就开始嗯。人多路口会变安静，对，会。今天一起183，太刺激，真的。我有点怀疑我是不是得了那个，对。可是我味觉 OK， 然后一直流鼻涕，所以想说应该是感冒。嗯。妈妈带女儿，我是妈妈吗？还是怡真是妈妈？很多人一起聊天很难插话，对呀、啊。可是你们。你们不会跟粉丝聊天吗？就是用，不好意思，
哎，出去玩真的太花钱。我最近真的很少去玩不一定没有味觉，有点变成流感。流感。打过疫苗太多真的不真的会出现。嗯。我喝个水。可是如果我真的是得那个的话，其他成员应该也有，因为一开始感冒的不是我，发烧倒不是主要症状的，哎呀太可怕了，粉丝都是敌人，多喝水没问题，现在感冒症状变多。可以去筛检看看，对。当然，如果我对、啊、希望没事。如果 我真的是那个的话，我生日会就应该不能参加了，对不对？对啊，如果我是那个的话，其他成员一定也有。如果真的担心，就快筛好。活动前会。真的会对，一开始是玲玲吗？好像是，然后再来就传给大家，然后其他人都感冒，然后我一开始没有，然后后来我也感冒了，应该是不能举办。对，一定多休息就好。CT 值如果正常就可以参加，对啊，所以就我自己应该不能参加而已。你可以传染给甜圈，不行，这样不能影响到其他人。现在很多国家都当感冒再看，除非大量 staff 一起确诊才可能取消。对，如果咳嗽没关系，我现在也都戴口罩。可以举办，没看今天记者会吗？可以举办，但是本人不能参加。但我相信我不是那个，我只是个感冒。卢卡晚安回来了，你觉得下一个人是谁呢？不知道哎、欸，我不想，对，不希望有下一个人。对，卢卡是最后感冒的人就好。谢谢声援的戳戳你。现在好像大型活动都就是正常举办，卢卡绝对不是。对呀、啊，我是不是现在检查？万一真的得了那个，就不能参加活动。那我还是不要检查好了。也不能这样了。对，但反正16号，我们是4月16号生日会吗？10月15号或是14号，一定会做那个 PCR。那第一班的回来哪里去？现在去检查，搞不好也很危险。对，活动还是会检查的。对对对，有啊有啊，我们活动前都会检查。可是你买一个那个不是？不会很贵吗？其实我没有单买过，本来没事，结果在检查处被传染怎么办呢？不行，绝对不行，这些太多事要处理，我宁可感冒逃避，请传染给我，不行，不能逃避。对，生日会好像也快到了，超快的，时间过得超快。如果真的是不检查，可能以后活动也能都参加不了。完了生日会什么都没准备，真的吗？记得一个两三百不就我一天的餐费还要贵。我现在一天的餐费好像150左右，嗯，欸，感觉也没有超过150，因为我都是自己煮，只是材料的话我一次我买两人份的材料嘛。对，快筛也很贵啊，300-400也很贵啊。明天
对象上，期待期待，好，谢谢你们。我知道灯箱不是，灯箱是一个很不便宜的东西。虽然一开始说不用帮我做了，你们省一点钱。我记得我一开始是这样讲，但你们还是帮我们做了，很开心呢、啊。是蛮多人协助，就是协助钱金额的部分是不是？曝光站，我干嘛问他？你还是等活动检查好了省了一点。对啊，活动在检查。今天吃午餐，我想一下啊，午餐我吃什么呢？午餐就是因为早上我很不舒服嘛，然后就所以我早餐虽然我吃面包，但是呢，然后午餐吃了甜甜圈，50块的抹茶巧贝甜甜圈，好吃。对啊，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食欲，所以只吃一颗甜甜圈，但这样也50块。谢谢送我 Kitty 去 Kitty 看流星，谢谢摩成。跟姐姐说你咳嗽很严重，让姐姐买给你。还没会给你餐费吗？不会，餐费是我妈付的。可是她自己订，卡妹自己订 Uber Eats 的话，那笔钱就她自己付。对，因为点 Uber 就很贵，大家分很便宜是吗？对甜甜圈来说，可能才一天的餐费。怎么可能？你们一天吃那么多吗？对，今天看到灯箱，我也是。只担心你不喜欢照片。没有啊，不是，我不是，你们不是用我给的照片吗？我修过的那个。看完甜甜圈握手券的数量，我觉得灯箱对我们来说不算贵。其实我们有跟雅尼克收广告费，并没有。原来有灯箱，对，我也后来知道的。对，听说明天开始。晚安，卢卡，晚安，吃得饱了？就是没食欲，所以。看卫生局过来就知道，喝点温开水，对，超便宜，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便宜？你吃甜圈中餐都吃牛排吗？泡面跟水饺就很好吃，甜圈那么多，一个人几百元就没有啊，没有才没有。你们都说了，我的单推我的人超少。礼拜我去看。发现灯箱私贩男生的照片，明天发现不是那张照片，大惊喜！小心不要吃醋。结果灯箱是甜甜圈的合照，希望不是。这样大家会攻，大家会傻眼。结果是碰奖的照片，碰奖生日快乐！礼拜一去看，发现对象是男生，希望不是。甜甜圈又不是只有单推你的，好像也对。这次月会有5个 TP 灯箱，谁呀？哦，三月的还有吗？三月的那两位的还有是不是？其实蛮厉害的，四月收心的，大家都有灯箱，还是肌肉男照片。到处都是灯箱，你们各位真可怕。
你的灯箱还好，我们 UNI 东南男生团的灯箱话比较多。今天那仙洞碰起来很像奇异果，对吧？很不像猫咪吧？就是他的耳朵，就是完全被他的肚子的肉，应该是被这边的肉全完全挡住。三月至少会有一个味道，四月中，哦，三月的还有，大家都有不能输，是这样，真的是因为这样吗？碰见应该用灯笼就可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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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欸，现在你的还有吗？他现在几公斤？ 4.8 对，凤姐的体重是 4.8 面子不能输。我剩9分钟了，不是因为不能输，是因为爱你而已，是这样吗？是要希望你开心才买，对，是很开心的，对。感谢你们，对，然后感谢每一位赞助，对，每一位赞助就是灯箱的钱的粉丝，不管你是甜甜圈或者不是甜甜圈，还是很多超级开心的，对。重点是想不到期待还有什么事能搞，我们买完就涨了，涨价前我就跟他们经理谈好了。疫情优惠哦，你的还有吗？哦，杰星的公车哦，杰星有公车哦，我不知道哎，我没看到。还有谁有公车广告？好像只有他们两个吧。杰星我真的不知道。我跟经理说不可以小看我们粉丝，买的时候还没涨，现在涨价了，该卖掉。你的跑三个月很够。哎，对啊。我觉得公车感觉也不错。到时候会给你赞助列表。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有的话我会好好感谢他们。公车反而比登山便宜。哦，是哦。啊，对啊，公车的话因为要看要去跑啊，跟着公车一起跑，只是登山的话就一直在那边。想看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什么早说嘛？没有，如果我讲你们两个都用，你们一定两个都用啊？还是有公车的话没有灯箱？我们都私讯去试呀，卢卡要灯箱，啊，你是不是要付钱吃啊？啊？谁说？看来明天是公车，不用不用，没关系没关系。只是公车会跑很对啊，公车会跑啊，要小看就很难，我不只能这样拍。卢卡下周日写下午2:30是写错啊，没有写错啊，那天晚上有事，只能选那个时间。当然两个啊，台湾のみんなの啊，今の台湾のの言い方がすごい台湾の人の言い方だった。台湾のみんなのバイクの後ろに。ルカちゃんの旗立てて市内を集団走行してほしい。ね、確かに台湾のみんなのバイクの後ろにルカちゃんの旗立ててね、うーんって暴走族みたい。特攻隊か、特攻隊。原本想坐飞机，但发现没钱，不用坐飞机。看要怎么看，要怎么看？如果你拍的是公车直达，我们就用公车。现在还来得及用公车？不用，真的不用，不用。也太相信我们的财力。下次就用西门町那个三轮车派人送盐味，外围绕圈圈。捷运车厢肯定要等我中乐透，
原本想捷运，我看一下还有两个站都在，不行不行。捷运可以像棒球团一样，整列车都在。めっちゃ似てるぞ。その台湾の方の喋り方になってしまった。热气球广告。从捷运直达第一集，顺便看飞机。谢谢入的相遇。捷运一节就要200万了。好贵哦，不用啦。真的不用。我们现在捷运直达也没有在拍呀。101，这样比较红。101就不能用照片啊，只能用字啊。一台捷运有几间？101那个是求婚用的，可是我目前没有看过。你们有看过真的有人用那个求婚吗？明年如果没有钱，就雷军身上挂牌子，西门走路。Go 飞机直达 ，Go 高铁直达 ，Go 脚踏车直达。101大概52000乱花，只能跑马灯，我觉得不行。有看过哇？数字上女都在西门跑，因为我是不是上次有问过，就是台湾呢，有时候就是很多辣妹啊，在那个那个叫汽车吗？还是卡？就是汽车上那边跳舞跳舞，然后跳的感觉是性感的舞吧，就是然后就是。很大的音乐，那是什么？我有点忘记那是什么，是人过世的时候有的吗？还是电子花车？不过要买101的钱，直接买车求婚不是更好吗？我也这么觉得。素食少女要先选吧，人太多，只有16个人去宣传。卢卡明天想要这个没有？我只是问一下，庙会活动哦，活动哦，所以不是人过世的时候，电子花车庙会居多，庙会还愿意请他们，过世也有，大部分是庙会，庙会都会有给神看哦，就是让神明会开心，了解。然后那时候超好笑，我有看过那种就是辣妹在上面跳，然后下面一堆男生从。这样的角度拍他们，有人故事也有。他上次有不是比宝可梦题目，或是类似那种，也不一定要过世。哦，婚礼还会有，了解。你要电子花车的话，粉丝会很热议。那可是我目前没有选吧，没有什么 solo 曲的音乐，就只能用，对，不行。神明会开心，对，通常不是神开心，是谁会开心？对啊，他们就这样拍，从下面这样拍，然后他们，然后这边有那个柱子嘛，然后大家在这样转来转去，然后就蹲，然后脚开开什么的，想说这些男生看这个也太奇怪了吧。那样拍起来看起来腿比较长，是这样吗？喜跟悲都有，我都看那个北北都面带笑容，生命不一定开心，作为都笑嘻嘻。对，通关舞，我们找肌肉男花车让女神录开开心，有这样有肌肉男的花车吗？歌曲就选卢卡唱过的台语歌。妙公计划通，婚丧喜金都有，小时候比较多。你怎么那么懂？对，我就因为我就看过啊。然后他们还拍那个 IG 的限动，跟 cosplay 展一样。对，可是 cosplay 展会这样拍吗？很奇怪吧 ？cosplay 应该是对，就是一堆人会绕圈圈，然后噗噗噗噗噗，什么角度都有。从后面也，从后面啊，前面啊，什么？红桃姐姐可以骑啊！有肌肉男花车，如果明天想要吗？不用，
不需要，谢谢。没有纸和 Uni 都能自己上了。这边贡献肌肉人太少了。嗯。日本还真的有那种人用的那个角度，是这样拍吗？就那个男，那就是那自拍吧，我就这样拍。这哥们是痴汉吧？卢卡，生日快乐！啊，对，日本最近很流行那个，就是很一堆非洲人在那边，然后说卢卡卢卡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开始跳舞的那种奇怪的影片，然后那些非洲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坐一台花车，甜甜圈要自己排班。你刚刚这么嗨，没查到碰奖吗？没有啊，他还在睡，超可爱的。大家用眼影。换一下啊，对，黑人祝福，对，你喜欢那种影片吗？我喜欢看别人的影片，对，因为日本超级流行那个好像没有很贵的哦，是哦，我上次看到最好笑的就是Hunter Hunter 早く書け，哇，就是祝应该是就是那些黑人跟那个猎人的作者说，赶快画，赶快去画下一集，哇，现在买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不用买，忘记那个托卡西吗？不再跟。不要拖更，我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我是喜欢看那种很好笑的，就是通常那个都是用祝福，可是很多日本人就是用那个买，就是让他们讲奇怪的东西，几百就有了，是啊，なんだっけ。トガシ早く続き早く続き書け、まあ、我们瞧一下，就真的不用，我不是想要，所以才讲的，我只是觉得这样好笑。那台词又好笑的，请他们喊卢卡的 cover 不要多。卢卡，水手服，不要拖。然后就开始跳舞，就是那种很洗脑的舞蹈。トガシオンラインゲームにハマって全然書かなくなったらしい。明天就会出现。卢卡，真的早点休息吧，先把身体顾好，健健康康参加生日会，没问题的。对，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脱也没关系啊，对，他们不是脱衣服吗？讲完之后就开始脱，然后就是秀肌肉，然后就是跳。我们有肌肉，生日快乐，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想到那首歌，不要脱我的水手服。啊，对啊，可以啊。其实你们也可以拍啊，不用找非洲人，你们可以拍，就是两个人拿那个黑色的板子，然后上面有卢卡水手服，赶快拍。然后就你们开始跳那个。欸，从你要出门前碰见在睡，现在他只换个地方。他现在在。
整一片如果没脱衣服，是不是很不惊艳？没有，他们因为就是真的有在练呢，所以就是布秀就有点浪费。看你真的学没有没有，可是我觉得比起那个电子花车，不是要付钱吗？比起就是电子花车的话，那就这个比较好。拍完会很尴尬。铁拳只有冠宇的肌肉量比较行。想看碰姐是不是？等我一下哦。身材就算了，没枪，不一定拿枪啊。我们顶多花钱，不可能自己拍。碰姐刚睡醒，ごめんね，对不起呀，对不起，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ね、ぽんちゃん。ぽんちゃん、後でチュール食べようね。ぽんちゃん、今天还没吃肉呢，所以我等等要给他。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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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ぽんちゃん、そこそのまま動いてダメよ。我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呢？盛元、Leskun、小盛元、强纳森、陆克。哦哇哦！啊，彭佳，你的指甲太长了！啊，他刚刚踩我的膝盖，直接插在我的膝盖。等一下，为什么我的特效没了？なんで？あ、有了有了。痛かった，好痛。该剪指甲了，好痛。啊，流血了，痛呀，抱歉。流血了。痛いじゃん、ポンちゃん。なんでそんなことしてくれたの。あー、かわいい。ダメでしょ。好啦，是我的错啦。我爸在这边。我让他乖乖睡觉，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可将博成旅馆，旅馆在哪里？旅馆，旅馆。青云。哭江，还有安，对，那你们可以偷偷告诉我生日 T 买多少吗？一张也不会，一件也不会觉得这样。可是，就是我想知道有没有超过我拿到的卡，有没有超过，有没有，就是比明信片多不多？如果明信片多的话，可能还有。其他张，对，就是让我开心，至少可以让我开心，对，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小盒子也可以，对对对对，Cody， 等一下哦，我有做 Cody 的，等我一下下，对。可是我现在这样看，应该是有超过了。对，如果我认真问他，闻起来会臭吗？不会。不是啊，买一件我也很开心啊，我怎么会难过？对，零件跟一件就真的差很多，对不对？哭江。旅馆，青云谷底。对，他就是，对，至少零，对，零到一的距离差很多。有一件我就真的超级感动，开心。
对，因为生日 T 真的不便宜啊。有买跟没买的差别，对。直播现在比较多人，问一下电脑版的 LINE 是不是坏的？电脑版的 LINE 吗？我可以看一下。对，零跟一的距离差很多。什么跟零一的距离？哎，怎么会出现别人的名字？嗯，怎么会这样？掉了，等一下。是什么坏？没办法聊天，还是登不进去？登进去，只是我不知道哎、欸，是什么什么不行？跟离的距离那很远吧？嘿，让我们怀念路，怀念 Sega， 谢谢 Sega 的陪伴。好啦，那不进去就等了你。好的，好，我先念排名喽。今天的排名，哎，砰砰砰，コラ何してんねん、ポンちゃん、ちょっと邪魔ですよ。みんな、ごめんね。はい。はい、お利口さん、お利口さんですね。好，今天的第十，今天的第十名，第十名是 Cody， 谢谢 Cody。第九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八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第七名是歌江，谢谢歌江。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 Legun， 谢谢 Legun。第四名是，第四名是小圣元，谢谢小圣元。第三名是圣元，谢谢圣元。第二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然后第一名是陈大森，谢谢陈大森，耶。第一名的，那你？陈大生第一名，现在完全不意外了。谢谢陈大生，阿里嘎多，谢谢谢谢，耶耶！早点休息一会的，我今天鼻音很重哈。谢谢 Sega 的眼里只有你，谢谢。对，现在送这个，特效好像是蛮合理的。Sega 变成第二名了呢，那个 Sega 在哪里 ？Sega 不见了，哎呦！谢谢 Sega， 你今天第二名。OK， 卢卡说我才注意鼻音的事，一开始有的粉丝跟我说刘佳今天鼻音有点重，没办法，没办法，好啦。好，那我今天关播后就先签个名，对，反正就是量不多嘛。如果是这个量的话，我应该两三天就签完了。对，就是先感好好感谢你们，对，就是不管这个是不是全部，不是全部，反正就是好好面对现实，然后感谢现在关注我的每一位粉丝，然后帮我买我的 T 恤的每一位粉丝，应该都，万江走掉了，来不及了。万江晚安。好，我要给他那个肉泥，拜拜。哎，我问一下哦，其他成员，就是你们拿到生日 T 前，有秀过他的那个卡片吗？明信片有肉。有给你们看吗？合照有抽到我就穿。哦，好啊好啊，你有买，所以你有买吼。
没有吗？好，没，那还是不要给你们看好了。对，好，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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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才十一点半，但是我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我就是因为刚刚忘记讲一件事情，所以我才开的，对，不行，我无法忍到十一点，十一点半，对，没关系，现在十一点半，对，这就是传说中的十一点前，好，就是呢。我今天竟然忘记，不是，我没有忘记，好，我没有忘记，竟然忘记讲一件事情，对，我想起来了，哎呀，对啊，所以我才挑今天这个时间开播，是不是有些人知道？妈，妈，我没听，我没听，我讲回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呀，生日快乐！哇，就算本人不在这里，我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对，因为他今天有进榜，不好意思。刚刚就问你要不要唱歌，哎呀，我以为你是忘记我今天饼，不好意思，旅馆，生日快乐。你在就好，对，而且今天博翰也在场，我完美错过呀，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不好意思，好，你们两个生日快乐。现在还没到十一点，但是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讲，我赶快想到就讲。不好意思，10月3号嘛，对，所以我才挑这，对不起，所以我直播才挑今天，因为不好意思，今天三月生日的粉丝太少了。对不起。今天有个消息，没错，生日快乐。对，我只是不讲这件话而已，这件事情而已。我没有走心哦，不是我走心，要走心应该不是我，应该是他。不是粉丝的错，不是你的错。对啊，虽然他们都没有讲啊，对，他们都没有说，刘佳今天是我的生日，都没有讲。但是我不能，对啊，我想说。对啊，还是不能忘记。对，就想到就讲。对，反正就是刚刚直播结束也没有过了很多嘛。嗯，关播赛季，谢谢你关的真情告白。就这样，我会好好休息的。
我刚快跌倒了。ぽんちゃん、ごめん、びっくりしたね。ぽんちゃん担心我了，他担心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ごめん、びっくりしたね。大丈夫、大丈夫だから、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大丈夫、没事了、没事了。谢谢李冠，谢谢李冠的。刚是什么火箭？我看到火箭就没有看是玫瑰吗？还是粉红色的吗 ？TP 火箭吗？谢谢送我 TP 火箭，不是踢到碰奖，碰奖刚刚踢到，不是碰奖刚刚听到我踢到东西的声音，然后他就过来，过来，对，担心我。谢谢谢谢，没有，我不是因为想要火箭所以开播的，真的不是，就真的只是想说，对这件事情不能，想说今天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开，一定要讲这件事，但是我关播前都，因为可能身体，对今天身体状况真的不太 OK， 对，然后就讲跟你们讲话的时候，真的刚好忘记这件事情，对。所以今天走心的，不是我走心的，对。好了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大家现在来看我的，就是庆祝他们吧，对对对。祝两位生日快乐。还有谁？有人今天生日吗？应该不是吧？应该没有吼。好，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放假也走掉了，那我真的要找点消息了。旅馆本来就是甜甜圈，谢谢。它是布丁口味的甜甜圈，只是布丁味太浓而已。好啦，拜拜，辛苦你们了，我会早点休息，多多喝水，早点睡。感谢大家，拜拜，谢谢谢谢，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对，那今天的第一名是他了，对，今天的第一名是送我火箭的旅馆，谢谢，拜拜。